一间台中的生技企业为了回馈社区，提倡教育公平，特别策划了暖心的活动，在河边的大型国小举办小天使爱心计划。这个计划是包括了颁发300块奖学金给学童，并且提供青草的自助餐，甲趣味的团体活动，让囡仔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一间来自台中的生技企业，为了回馈社区，提倡教育公平，前往大型国小策划了一场暖心的活动。那我问你，有谁会把鸡排带回去给你的爸爸妈妈吃？两边排好。企业负责人表示，公司长期重视社会责任，特别注重教育事业发展，用行动来支持教育，来鼓励学生在学业面顶不断努力，追求卓越。我们是那个 YouTube 董事长带头玩，然后呢，我们都是拍那个传统的香火文化的影片。那么，我认为拿香拜拜的人更应该走出庙宇，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小天使跟这些长辈们。那我希望可以集合大家的爱，大家一起来共做那个公益活动。那我们今天准备了5星级饭店的那个 buffet， 让这些小朋友呢可以在过年前呢享受5星级饭店的美食。今天特别来感谢我们后野生技公司我们董事长集团，我们的法兰克跟我们的菲利斯夫妻俩带着他们的团队来到我们彰化和美大龙国小。你知道我们大龙国小是属于比较偏乡的一个小学校总人数不到240个人的一个总人数。那我们知道这样的小学校其实跟都会区的一个城乡发展资源真的很不足，甚至有很多孩子们小天使们是第一次在今天的时候可以体验享用到饭店式高级的美食以外，那我们是一个餐厅的用餐的一个礼仪，甚至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法兰克夫妻们他也带来在节食的前面带来我们的全年300块的礼券，让孩子们知道怎么样在过年前跟家长可以互动，一起到我们的全年可以享用选下他们想要的零食糖果，甚至他们的小文具，还是说家里有欠缺的部分都可以做一个探讨跟一个互动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来到我们彰化大龙国小的一个学校做一个小天使的一个饭店式美食的一个圆梦计划，也是再来，也是还要再感谢我们的立川日本料理董事长刘宇珍他也是好来赞助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也很感谢他。然后甚至说我们知道说孩子们在我们这样的互动中，他也知道说在过年前我们可以更加的欢乐，也可以感受到说可以真正的向上，我们蓬勃发展的一个朝气，甚至学会我们的感恩感谢。这个活动每一位学生都将得到300块的奖学金，希望这笔小小的经济支持会当成为因学习路顶的帮助。除了奖学金以外，各位的学生准备各种好食的自助餐，让学生在笑声当中度过一个欢喜的时光。新中华新闻李炳宏合璧采访报道。